好久不见，别来无恙。人总是被时间推着往前走，也别光惦记着往前走，忘了回头看。许多记忆如同博物馆里的珍宝，历久弥新，熠熠生辉。经历成就了我们，也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。一切过往皆为序章，不说再会，只因从未离开。